九州流浪的河口，让你心中充满爱，不让生命受苦，珍爱一切生命，生命天使与你共同救护生命。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我们看近代的注解啊，我想常说最普遍的就是圆音法师的讲义。圆音法师的讲义这一段他怎么说呢？各位有圆音法师的讲义的话，你现在先把笔记记起来回去再查啊。圆音法师讲义的第1510页，现在普通一般流通本啊卷数第24卷的最后一行的注解，跟1511的第一行注解，这两行注解最近啊，台中联社又印出这个新的一种本子，台中联社印出的所谓新的本子是最旧的，怎么说呢？它是把上海民国40年第一次出版的原本呢、啊，把它印出来，啊，那么因此这个页码就不一样了，啊，这个上海的版本呢、啊，它的这个注解的标点呢是没有新标点，而是用圈圈的，是圈在旁边的。现在普通一般流通本呢是从台湾民国60年的印的，这个把这个标点点在注解的中间，啊，注解有新标点，新标点点在注解的中间的，啊，所以因此页码不一样。如果是现在一般流通本啊，这个标点点在注解中间的那一种本子，页码大致是在1510、1511这个页码。如果是现在台中联社刚印出来的民国40年辛卯年的版本呢，那是上海原版啊、那个页码呀就是1244啊、1244的最后一行跟1245的最前一行。他这个注解里面怎么写呢？我念给各位听啊。他注解上就是这个1510页的最后一行这样写：祭祀在天，祭欲界顶蒙王天，这是第一个错误啊。他把这个自在天看作欲界第六天的他法自在天的蒙王天，他把这个自在看作魔王，错的啊。魔王并没有在印度啊成为一般人所崇拜的这个天神的这个现象啊，所以他这个迷是迷在哪里呢？他迷在法华经，因为法华经啊自在天跟大自在天是分清楚的，像观世音菩萨32应啊，应以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因一大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啊，而前面续分由自在天大自在天，他就迷在这里，因为法华经是自在天跟大自在天呢、啊、分得很清楚，而自在天是指的欲界他法自在天，他只是指欲界的他法自在天，不是指魔王，啊，而大自在天是指的色究竟天。世界四禅天的十九经天就是最高的那个摩西主罗天，所以法华经的大自在天是指的摩西主罗天，他法华经的自在天是指欲界第六他法自在天，他只是指天不指魔，他就迷在这里。而其他的经论呢、啊、不是这样写，其他的经论往往哈、啊、把大自在的大字略掉，执说自在，啊，把大字略掉，执说自在啊，
所以就发生这种情况，会被误认以为是欲界的他法自在心。我们这怎么知道这里不是指的欲界的他法自在心呢？看下文啊，这个即欲界的魔王天，这是错误，不是欲界的魔王天，应当就是前面的大自在摩西所罗天啊。接下去他的注解这样写：涅盘经迦赞元说，一切众生皆是自在天作啊。这几句话呀，是引证涅盘经，引证涅盘经用这种写法也不对，因为涅盘经下面那个迦赞元呐、啊，佛弟子啊，释迦牟尼佛的十大弟子当中有一位是叫做摩诃迦赞元。如果你这样子写的话，会被人误会，因为是佛弟子十大弟子之一的迦赞元，那就糟糕了。但佛弟子还讲外道话，这不是成为笑话吗？所以他这个引证是涅盘经迦赞元说根本是错误。我查出涅盘经原本啊，涅盘经原本不是这样写啊，涅盘经呢、啊。有南本北本啊，南本涅盘在第十七卷，各位如果有的话你可以去查，南本涅盘在第十七卷，北本涅盘在第十九卷，因为南本只有36卷，北本40卷啊。南本涅盘呢、啊、我现在根据南本，因为我看的是南本，南本涅盘第十七卷里面是这样写的经由大师名迦罗鸠托迦赞元，他把前面的迦罗鸠托四个字略略掉了，这不对，因为这个迦罗鸠托迦赞元呢是外道名字，是60外道的第五啊。迦罗迦是释迦牟尼佛的迦，罗姓罗的姓罗人的罗，鸠是九字旁一个鸟字的鸠，就是鸠摩罗什那个鸠，托是微托的托，迦罗鸠托迦赞元，这个话是外道61的外道迦罗鸠托迦赞元说的。他怎么说啊？接下去的经文他这样写：一切众生悉是自在天之所作，自在天喜，众生安乐；自在天嗔，众生苦恼。一切众生若醉若夫，乃是自在天之所为。这是经文引用外道迦罗鸠罗迦赞元说的话啊。现在这个注解讲义里面写涅盘经迦赞元说，因为如果这样子写，很容易被人误会以为佛弟子的迦赞元，而佛弟子的迦赞元还说外道话吗？这不是成为笑话。所以那么现在经文明明写是自在天，那么自在天你怎么知道他一定是摩诃祖罗天，而不是魔王天的大自在呢？有证明，看注解啊。涅盘经的注解很多，唐朝有一位道谦法师啊，道是啊无上道的道，道理的道，谦呢、啊、田螺的谦啊，日字头下面一个金定的定字那个啊，就是田螺锅的那个田字啊，是道谦法师。道谦法师著有一部《涅盘经书诗记》，《涅盘经书诗记》，《涅盘经书诗记》里面说，一切外人所记不过2天3仙，他说外道所执记的天主要两种啊，仙有三种，仙且不说，天有两种是哪两种呢？天二者为摩诃所罗天、毗牛天。他说天有两种是哪两种？第一是摩诃所罗天，第二是毗牛天。现在这里跟毗牛天没有关系，毗牛就是波斯牛啊，或者是维牛啊。现在这里毗牛天跟这里没有关系，只讲这个摩诃所罗天。那么他这里经这个注解里面明说，前面的自在啊就是摩诃所罗啊。为什么呢？他接着就注解啊，说摩诃所罗天者，此云大自在啊。因为经文里面略掉那个大字，所以只写自在。
十界顶天啊，它是十界顶的那一层天，就是十九境天，是十九境天的摩西主罗天，不是魔王天啊。把这个送给魔王啊，那实在他也承担不起啊，接下去他就写明这个摩西主罗天的样子。他说：“三目八臂，八个臂膀，骑白牛，持白斧，有大威力啊。”这是在这个《涅槃经》书诗记里面的这个原文。我根据《涅槃经》书诗记可以知道，他这里的自在天是指的大自在天。他有注解，摩西主罗天写得很清楚啊。所以这里《涅槃经》里面啊的注解写作地狱界顶魔王天，大错的特错。你把这个帽子送给魔王戴啊，我看魔王吃不消的啊。实际上啊，他是指的十九境天。在这个注解里面接下去还说，楞伽经图灰外道啊，图灰外道说既自在天为万物因，他这里加上楞伽经三个字，而是执掌家的啊。那图灰外道所崇拜的也不是这个欲界的自在天。怎么知道呢？这个有证明，可以看天藏三藏法师的《大唐西岳记》，《大唐西岳记》里面呢、有说明，《大唐西岳记》第二卷《犍陀罗锅》，《犍陀罗锅》里面呢、就有说明啊，说那边的异道很多都是供养这个大自在天啊、在后边他这个写得很清楚说，大自在天时啊，土灰外道师。所修持啊，土灰外道所崇拜的就是大自在天。所以这个他引证说是楞伽经说土灰外道说是自在天，那个自在天也是大自在天啊，也是摩西主罗天，不是这个欲界的这个他妈自在天。对，这个也是搞错，因为土灰外道的老师啊，就是属于这个摩西主罗天。《大唐西岳记》第七卷里面写得更清楚啊。他说这个波罗尼斯锅啊，里面有很多外道啊，里面有从事大自在天的啊。他大自在天的呢，这个天池里面呢，涂身于灰的这个涂灰外道啊很多。这个很显明，这个涂灰外道他所从事的是大自在天。所以他这个说是楞伽经图为外道，说既自在天为万物因，这个自在天把它看作是欲界顶天，也是错误的，也是大自在天摩西主罗天啊。那么这个讲义这一段抄执掌的，执掌原文就是这样写：自在天即欲界顶魔王天也。接下去说涅槃经迦旃元说一切众生须是自在天作，楞伽经图灰外道即自在天为万物因，这是执掌的原文啊。他把执掌的原文呢，只是略掉一个也字而已，其他完全照抄。而执掌的错误从哪里来？执掌是抄灌顶，而灌顶写得很详细，他简略，我一个名词我非把它查出它的根源我不敢写上去。那么这样子抄，他抄这个灌顶，最早说这个话的是灌顶啊，就是清朝初年呢注解楞严经灌顶书的这个虚法大师啊。虚法法师这一段文呢他就发生这种错误啊。他这个灌顶书里面原文是这样的：自在者欲顶自在天也，他就指欲界顶的自在天，但是他没有魔王两个字，魔王两个字是执掌加进去的啊。接下来呀、他就是引用这个法华经说法华开自在大自在，所以我说他的迷失啊，迷在法华经的自在大自在。因为法华经自在天是欲界的，大自在天是色界的，分得很清楚。他认为法华经这样分，其他都是这样分，
那简直是错到底啊！他不知道法华经是鸠摩罗什，他翻译的时候分得很清楚，因为他那个地方非分不可。其他的经论对于这个自在天的跟大自在分不分无所谓，他可以用自在两个字简略掉大字，他不了解这点，所以他会发生这个错误啊！所以他接下去说，坚持自在即是大自在也。哎，明明说这个坚持自在就是大自在，他自己已经说对了，可是接下去又搞错了。他引用法华经，法华开自在大自在二天智，坚持自在即是大自在也。现在这个自在就是大自在，他自己已经明说了，可是下面又错了。下面他说，涅槃经加赞言说，一切众生虽是自在天之所作，一切众生若罪若夫，乃是自在天之所为。那么既然这里明明自己认为是大自在天，为什么前面加上欲顶自在呢？他自己就搞分了，前后文就搞乱了。所以这个楞伽经三个字啊，是执掌写加进去的。楞伽经三个字执掌加进去，楞伽经有没有这个说法呀？有。楞伽经是曾说到土灰外道，但是土灰外道引用的也是大自在啊，所以因此之故啊，这些名相在佛经里面没有用脑筋下功夫去好好去考究一下，很容易啊搞混了、搞乱了、搞不清楚究竟这个是指的是谁啊，往往是发生这种错误。所以我今年76岁啊，说看楞严经吗？我20岁听病重法师讲楞严经啊。民国40年这个上海的第一部楞严经讲义出来呀，我就请到一部，我这一部楞严经讲义呀，我带在我身上，没有看完就不曾离开身体，去到哪里带到哪里，全部看完啊。看完之后才暂时收起来，那个时候看就觉得有看没有懂，迷迷糊糊，有的好像懂，有的好像不懂啊。几十年下来呀、里面找出许多问题来啊。刚才找出这个问题，好像这个问题一般啊没有什么多大关系，好像我没有求了生死成佛道，好像没有什么关系，管他自在他自在，不能这样说。如果是这样说，那又何必学教，那又何必研究教理？研究教理就要打破砂锅问到底，非把这个目标完全弄清楚不可，这个不能随便啊。教理就是教理，不能随便乱加啊。所以这一段文呢、执掌本身就已经先错啊，讲义不加考虑就把这执掌认为它简单扼要，就把它抄过来，不晓得它的简单扼要就是已经错了啊。灌顶啊，自己已经写对了又弄错了，错了对了，对了错了，搞得这个头昏脑胀。所以应当还是要遵古，还是按照最古的注解，就是资中弘银场法师的注解跟这个长水紫萱法师的注解，认为这个自在就是前面的大自在啊，这是绝对没有错的。不同点呢，这里认为是就是就是真常啊，我是从那个地方流入出来，是把这个破行印之后想破失印的人呢、自己跟失印隔开，问题出在这里啊。他跟失印隔开就把这个失印看成了好像大自在天一样啊，所以即自在天成其半离啊。这个即自在天成其半离跟前面的摩诃娑罗现无边身成其半离是相同的啊。不过前面是当时就是我就是失印就是我啊，一切从我这里流出。而这里第三呢，是跟失印分开，我是我，失印是失印，两回事啊，彼此没有关系啊，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因此之故啊，必定要好好的多方面观察，
所有的楞严经注解，从现在万字虚上里面所有的，并这个流通本能够请得到的，我都看过。啊，近代的注解，别说是近，就是清朝初年的注解当中啊，有很多啊。有一部注解遵从古注的，清朝初年有一位天台家林耀法师，林耀法师注一部楞严经的解释啊，叫做《观心定解》。他这部注解里面呢，他讲到这里呀、啊，他对于这个自在啊，就是引用这个资宗跟常随的解释，啊，他是尊重古人，啊，不会跟这个灌顶。跟长执掌去跑啊，这是很了不起啊。那么这里说明啊，我并不是有意要编播老前辈的这个著作，而是这个在文字上啊解释上的错误啊，不能不指出来，不指出来是永久错下去，我看魔王也会吃不消啊。魔王，我并不是希望他感谢我，而是说这个不是他的事情，我们把这个事情归给他，这是不合法的，不合理的啊、如果是要告的话，也要输他的啊、所以这个地自在天全集办理就跟前面的摩西九十天相同啊，就是大自在，不是遇见灵的自在啊，这里是跟我分开，看似。就是等一大自在，所以事是常的，我们一切是无常的，所以叫做常为常知。弥佛菩提妄思之见，如果落入这种的情况，就把本有讲要求成佛的无上菩提已经迷失了啊，把这个正知正见整个忘掉了，没有了啊，妄思是消除了，没有了，没有正知正见，有正知正见就不会起这种的啊邪见啊。是名第三力因一心成忘记国，这是属于适应实境当中的第三，建立以常住因为所依的心，把这个思建立其认为是常住之因而为我所依啊，我的心依靠他啊，是从这个地方生出来，成这个忘记之国啊，成就希望执迹的结果，实际上并不如此，所以叫做成忘记国。唯愿圆通，被涅槃成，生倒圆种，倒过来啊，本来是跟我并没有分开，现在他分开来倒过来，事实正常，我是无常啊，这是一种颠倒。所以叫做虽在缘中，在哪里求了解，结果是颠倒的，所以叫做倒缘种，这是第三啊。刚好讲了第三，我本来的计划啊，第三也是一节课，因为要讲他这个里面的问题，所以要花一点时间。那么这个适应十种境界当中啊，讲了三种啊，四五六以下，我们留下次再讲啊，下课。
护持中华国际施食协会，邮政划拨，户名社团法人中华国际施食协会，划拨账号50396819，50396819，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205666，012001205666。僧众斋食素食银行慈悲便当，烟供香粉，药供包香，弱势关怀，不食动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疗愈课程果冻花现场教学，韩丽红老师教授，日期8月5日星期六，时间下午2点，联络电话06271-6616或06271-6612，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本课程需请来电报名，以便材料准备。慈悲置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举办传授八关斋戒暨佛学讲座，日期8月6日星期日上午9点，传授八关斋戒暨蒙山施食，恭请湛山法师、湛江法师、湛同法师共同主法。下午2点佛学讲座，讲题阿弥陀佛48大愿，恭请湛江法师主讲，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洽询电话07221-2323，07221-2323，07282-0278，07282-0278。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佛教中山书坊法会直播，请搜寻脸书佛教中山书坊。生净土，成佛度众生。